起陈俊老师的指导下，以专业与文化双项第一的成绩考入山师音乐系。本科期间，王秀明老师在袁伟的钢琴演奏方面给予了耐心而细致的指导，使他的演奏水平得以显著的提高。99年，袁伟以专业、综合以及外语全优的成绩得以推荐保送，成为侯康伟老师的钢琴演奏与教学理论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读研期间，在导师的精心授教下，袁伟不仅对钢琴演奏这门学科的含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而且在对肖邦作品的理解与把握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今晚呢，袁伟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毕业之际，袁伟的硕士论文题目也是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研究。这首乐曲体现了肖邦的极富感性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曲中所蕴含的对古典主义的审美趋向。这首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被认为是世界钢琴协奏曲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第二乐章小短板，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钢琴协奏吴昊。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两人的精彩演奏。